一个人的成败，诚实以启人之信我，乐善以使人之轻我，虚心以听人之教我，恭顺以取人之敬我，自检以度人之义我，自反以度人之罪我，容忍以免人之欺我，勤俭以补人之助我，量力以济人之求我，尽心以报人之任我。成功之道，第一，目的正确；第二，正确的信仰；第三，身心健康；第四，谦虚又和蔼；第五，自觉自制；第六，勤奋又热诚；第七，体谅别人；第八，能吸取教训；第九，与人融洽；第十，乐善又好施。